千里红云，高朋满座，横交起凤，孟志宏之词中，紫电青霜，丁博士之武库，家君坐宰，露出名区，童子何知，恭逢圣饯。就是那个地方干嘛？这好了，这好球，来来。结果是怎么样？啪一下被我老婆打醒了。干嘛你深更半夜的还在唱什么在那遥远的地方？那还让不让你睡觉了？哦，想还在做梦。后来老婆看我一脸错愕的样子，就非常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：“其实啊，你要把歌唱好，就像怀孕一样，你必须要足月，急不得。”头发都去哪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你都掉掉脸。那么我也知道，我在合唱团这个声音是啊，妈妈给的，是妈妈给的。哎呀，谢丽亚，以后我们俩可以搭档了。哎，你唱唱这个，你这长得这样的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会说上海话了。哎，对对，你说四川话，我说上海话。如有日落，根处在深处，一方的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。让时光有了温度。班长，你真是四个字，又是吃的。四川人的有一道菜，对，味道神辣的。啊，不是用鸭肉，不是用鸭肉。这个斗争的剧，朝廷里面的那个第一个字就是那个。一道菜，放辣椒的。然后还有跑在草地上的那个东西，三分钟还没到啊！哎呦，能下蛋的啊、哦！我们操！一个动物，你快点知道它动物，动物背上有个沙漠里的，沙漠里的那个骆驼，七个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字，六个字，我们都是什么？我们都是木头人。
的人。人字对了，但我们都是什么人？坏蛋的反面。我们都是什么人？我们都是一首歌，还有一首歌。好人一生平安。哇！厉害厉害！辣的川菜，很辣的川菜，很辣的川菜，但是这个菜是有。哦呀呀呀呀呀！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就是那个，就像毛病，哎呀，这个毛病，三个字，你常常对他怎么样？三个字，哎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就是，三个字，就不要不要，不知道的病，气管炎。我们的歌刚唱的，刚刚唱过那歌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刚唱过的。哎呀呀呀呀！今天呢，我就准备了很多老的歌，放一下，我们就一起猜歌名。对，他们哎，很熟啊，独角戏啊，对对对对。晚秋，晚秋，晚秋！哇，马上就。这是中国的吗？这是男的呀。对。叫什么？太阳岛。太阳岛。对。太阳岛。太阳岛上。厉害呀！厉害的。太阳岛。我第一反应过来了，三个小节就猜出来了。三个小节。厉害了，还有接下来音乐一起，马上就猜出来了。
世界的角落，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万紫千红，在春天迎来满面春风。好。